梁伞在雕刻书记载的非常的微薄，据说当初的皇帝啊，他要登基的时候，那有一些妖魔鬼怪，当初没有封到神的那一些不甘愿，所以他们在人间第一任皇帝要登基的时候，给他兴风作浪，来阻扰皇帝去登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天上降下来一只黄梁伞，那是天上女娲赐给他。女娲娘娘喊了一声：“你跟着我的梁伞底下走，一定会把这些避除掉，让你能够顺利登基。”果真没错，他就跟着这一只黄梁伞的底下走，真的就很安然的登基，顺利登基，所以才叫梁伞。这个梁伞哈，对咱道教来讲是一个真重要，代表咱神威神尊的这个代表啦哈。咱的社区，咱的社区，对咱去年开始哈，咱很荣幸哈，有来申请到咱的农村再生计划。那农村再生计划内底哈，其中有一项就是文化的传承。我本身哈，是咱保良宫，就是咱后边一阵这个大神这个保良宫的以前。村委员，所以讲对这个道教方面，对这个神尊的方面，嘛是非常的这个虔诚啊。有建议吼，我安尼看啦吼，咱一般咱的社会上，一般咱进目前啦吼，这支梁伞大多数拢是也好看的，无迄个讲有特别诶遵照以前诶这个传承迄种套路啦，还是讲迄种诶礼仪所传承落来安尼。那拄好有一个机会来对。我有熟悉到咱的双科的这个李老师，伊对这个梁伞有特别的这个研究，吼，特别的研究，所以讲我就来个聘请吼，来个咱的农村再生计划这边，那申请到一笔经费，在咱的社区啦，吼，在咱社区开课，除了咱的庄头有来参加以外，咱的隔壁庄、咱的附近，遮的有兴趣的。哦，即个同学，大树国中啦吼，咱溪北国中嘛拢有兴趣，有哪有来参加？在新田里里长曾敬义的推动下，吕伯达团长所率领的梁伞团，不仅深获地方公庙肯定，连邻近的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也定期邀请梁伞团为佛陀纪念馆服务。尤其是一年一度的神明联谊交流会，更少不了他们的身影。来自世界各地是儒道三教共2000余尊神明共同参与的神明联谊交流会，皆由新田梁伞团担任起迎神的重责大任。其实梁伞团已经在这个参加神明联谊会已经有2冬以上了。啊，就伫这个2冬内底吼，尤其伫咱李长辈啊吼，伊真发心啊，组织了这个由咱的吕老师吼来组织的这个梁伞团啊，来伫每年12月25日啊，咱福冈咱的佛陀纪念馆吼，福冈山咱有办这个神明联谊会，每年吼，伊拢伫这个咱礼敬大厅的门口吼，伫遐迎接了大家，所有来自全世界。全咱台湾来参加这个联谊会，这个宗庙，那么效果，这大家反应非常的好。啊，这个梁伞团吼，嘛是咱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吼，想要去甲发扬的。安那讲呢？这是伫咱神明内底啊，所有的一个礼仪啊。啊，好在今仔日有多啊吕老师吼，伊也发心
吼，伊无即个酬劳的吼，伊也无问即个酬劳的啊，来带领来带领啊。每年的十二月二五吼，透早上早来到咱佛陀纪念馆，那而且准备迎接来自全世界吼，咱全咱台湾即所有的宗庙、即神明，那来遮做即个迎接的礼仪。在我有质疑之后，那时候我很小，哦，以我们这个小孩子呢，只会去看庙会嘛，看热闹。两伞在各庙会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物，哦，因为那时候科技也不是那么发达了，哦，都是以礼为贵嘛，所以每一顶轿一定都要有一支两伞，而且持两伞手。身为梁山手，他就必须懂得如何以梁山来做行礼之礼，而且配合这个武术的套路，配合武术的精华来演变成这个礼节的套路来行走之。比方说他演变的有大小门，那什么叫做大小门？就好比你朋友要来我家，有朋友要来，有访客到我家，我必定要把我的家门敞开。哦，早期也有那种四板门嘛，哦，所以他必须把门打开以后迎接贵客，迎接客人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。所以梁伞也有开大小门，是这个最初的一个套路。中国人哈，自古以来都是以客为尊的。那我们身为一个主人，我要接待我的客人，哦，那我要请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把大的部分让给他，哦，有两好平啊，两好平嘛，两者为大，后者为小，所以我们主方必须要把龙虎分清楚，然后要走虎的这边，把龙的这边让给来者是客，让他从那边进来。梁伞文化强调尊卑、宾主、威仪、礼节、忠义等传统精神，来访的宾客一般采用主动进取的七星步，象征中华文化中以客为尊的精神。敦厚谨慎的八卦步，则是迎宾方所应该采用的步伐，以八卦包容宇宙万物的寓意，展示欢迎来访者的诚意。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梁山手，哦，基本的步伐就是下盘的功夫。梁伞它是这样，上面重，底下轻，而且
随着风飘，那只凉伞的重量随之增加。如果你在这个基盘不稳固的状况之下，你没有办法将这只凉伞舞动得非常的得心应手，动如行云流水。那登山式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弓箭步，它有分正弓箭步、侧弓箭步，啊，左右弓箭步叫侧弓箭步。坐盘，坐盘的就是人家所讲坐莲花啦，啊，还有拜莲花，啊，当然要做到这种程度，要一段时间，而且要领不得已，容易伤到筋骨，会扭到。那筋肌独立最主要在控制你整个身体跟这支凉伞的平稳度，啊。它在行走的当中平稳度，就是靠筋肌独立，你扎的够不够实。凉伞的结构基本上从它的骨架开始讲起，它有16根，它骨架上面最上面有16根的竹子所编织而成，那这个是在支撑，把凉伞布支撑开，哦，那至于它那个心，凉伞骨啊，哦，中心那个心，哦，早期都是用竹子做的，哦，那比较通常的是用木头做的，那最好的也有用藤做的。那这中间的差异就在于耐不耐操啊，耐不耐操。因为以五步的踩踏法，它的扭动啊，它的扭动力非常的大，它是以五速短拳在出拳的那种力道来演练这支凉伞，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用竹子做的，或者是用木头做的，可能会折断，哦，这我有本身有这个经验过，我折断过好几只，所以后来我们这一团，我们就只要我们要用的凉伞骨都经过改造，用藤，哦，全部都用藤，所以它就没有会折断的顾虑。那至于那个葫芦头最主要就是要怕，哦，怕我们凉伞布撑下去之后，怕凉伞布会脱落，所以它在上面再用一个葫芦头，哦，当然也有比较花俏的，用那个什么八卦头啦，哈，八卦头那样，哦，用的它那么重那一种也有了。那我是不主张这样，一个葫芦头就可以了，哦，它的结构是这样子。凉伞的独特造型吸引众人目光，在它五颜六色的断袖花布里，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讲究呢？那至于说颜色，早期王公贵族就是王爷以上到皇帝，只能够用凉伞两种颜色，就是红色跟金黄色，早期是这样。因为我有看过一些记载，好像有写到这一点。那后来呢，哦，我们人尊敬神明，在做他的凉伞都以神衣为主，啊，比方说关圣帝君他是穿绿袍，那他的凉伞也是做绿袍，哦，那熊帝公他的衣袍神衣袍啊是黑色的，啊，那他的凉伞他当然就凉伞布就用黑色的。所以说一直到后来，哦，他会升级嘛，人也会升官，人民也这个神明也会升级嘛，所以我们人们呢就会把它升级变成最高
至高无上的啊金黄色啊，所以现在才会有连关圣帝君的两盏也是金黄色啦，那个天上圣母的也是用金黄色的啦，哦等等，哦，看我们人怎么去用，那只是一种怎么讲呢？哦，那只是一种美的展现啊，那只是一种美的区别而已啊，并没有所谓的阶级之分呐，没有，啊，这可以自用，这我的看法是说可以随着时代潮流而变动嘛，就像我们衣服一样，也变来变去嘛，流行嘛，是这样。一个人并不能形成一种文化，一个娘伞团必须由身怀绝技的娘伞手们所组成。这些娘伞手来自不同的地区，拥有不同的职业与身份，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娘伞独特的文化，以及他们对于娘伞文化传承的责任感。练习娘伞的过程是辛苦的，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支持着他们，一般人是不容易坚持下去的。当初会接触到娘伞，是因为自家本身有供奉一尊保安广泽尊王，在民国103年的某个月的晚上，他来指示我说，叫我去学娘伞。隔天我就向家中的广泽尊王请示说：“信奉公，你要叫我学娘伞，啊，小地主唔知要去叨位学。”那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学娘伞的话，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将近快40岁了，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找这位娘伞师，刚好碰巧拨电话去到三凤宫，里面有一位专门在教娘伞的吕师傅，就是我目前我的恩师吕伯达娘伞师傅。我拨电话去三凤宫的时候，请他们服务小姐是否可以把这位娘伞师的电话是否可以给我。那这位三凤宫的那个服务小姐，她很乐意的把我的恩师吕伯达娘伞老师的电话给我。那当初我拨电话给我的恩师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忙高雄和台北巨蛋的文化的表演剧场。他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学的话，我希望说等你过完年，我们再找个时间聊一下。等我的恩师他把台北和高雄的剧场表演完毕的时候，我们有约时间。然后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来练习这个娘伞？我就告诉我的恩师吕伯达老师，就是说我家里的红山西信红灯保安广泽尊王指示我来学娘伞。那我是一个初学者，从娘伞完全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如何去来练习这门的文化艺术。可是我为了要达成我的主攻的意识，那我就向我的恩师吕伯达老师，是否能传承这个娘伞的文化给我。那我的老师他很高兴说，如果你不嫌辛苦，我愿意把这门的技艺交给你。当初我在学习这个娘伞的时候很奇怪，我以为这个娘伞是纯粹就是说要传承用的，可是在
104年，刚好我学习这个凉伞，那刚好我的主公他有派两个任务给我，就是说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派我到新加坡参乡，就是做一个广泽尊王的交流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学凉伞的时候，刚好我的主公保安广泽尊王他也有任务，就是那一年他只是说要南北巡。可是他叫我只是要请他的金身，可是重点要把凉伞带出去。那这一个礼拜就是以凉伞的礼仪下去参拜每间的大庙，应该是把我这个学习的这个凉伞把它推广出去，让每个地方的那个庙宇希望说能注重这个凉伞文化。为了使凉伞文化继续向下扎根，吕伯达在西埔国中开班授课，教授凉伞的文化与技艺，更在校长王小芬的支持下，成立了以凉伞技艺为主的课后社团，使得这项民俗技艺在新田社区有了新的火种、新的希望。好，一条心，谢谢。好，进来请看哦。之前在学校校庆的时候，就看到吕老师在帮我们开场，然后就觉得凉伞蛮有趣的，我就开始学习，然后之后又在学校有一个社团，然后我就开始学。有时候就是不会的话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感觉好，就是很没有作用，然后可是老师还是会一直教我们，就自己跳，然后我们在后面跟着学，然后就一直学一直学，把我们教到会。包，对，包这样。哎，那骨髓要出来哦，面手要叫的，你先来扶一条筋，一条筋啊，对吧？最主要是讲每一间宗庙内底吼，梁山这是必备的啦。你主要来有桥，就有梁山，这是一个基本配备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这是跟咱的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吼，跟咱大师的理念跟精神是符合的。啊，已经有高梁山啊，好起来，换手，啊，做下腿。咱啊不定时，每一年吼，咱的公庙啦吼，咱的主神有在绕境啦吼，有在挂香啦，有在做戏，伊生日的时阵，咱的牛线吼，拢会代表伊来出巡安尼吼，啊，带动咱地方，咱的地方这许多这长辈吼，看到哎，有这个这好的这个文化传承哦，所以讲，因一直要求讲，咱的社区吼，包括着咱的宋江镇也好啦，咱的大鼓镇也好啦，也是讲咱的回鼓镇啊，啥物车鼓镇这吼，系因一直。要要求讲啊，是不是咱的社区吼，会继续来给办啦吼，来给办啊，好咱这渐渐思维，伫咱的这个科学吼，这样发展的这个社会吼，啊，咱的文化传承这方面，渐渐已经思维这个吼，会当带动起来。好，这个脚头前，对，哎，对，好，你看我无咧蹬安尼，我是安尼尔，对。因为我的生命有限啊，那我个人这几年来这样做，只是抛砖引玉，能够带动人们对这支凉伞，重新的器重。因为现在的人对这支凉伞
一直把它边缘化，甚至于不重视。如果再不极力的推广，我想会随着时间流失掉。我希望在我还壮年的时期，能够把我的技术推广了更多、更广的人，甚至于把这个推广到有华人的地方，因为它不只是一种利跟美，它还可以养生，它还可以借着里面的元素来教育、教化我们下一代的一个什么思维，尊师重道嘛，礼义廉耻，从这里又可以对社会上有一个，虽然很弱，但是它应该有所帮助。